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淼淼。今天要吃的是好多，有烤猪蹄，金凤凰烤鸡，还有豆皮肉卷，还有小炸鸡。今天有福利哦，因为我录吃播快一个月了嘛，有福利，在那个弹幕和评论分别抽一位小伙伴，就是弹幕一个，评论一个，一人抽50元，怎么样？大家记得给我点个赞哦，要点赞哦。好了，那么我现在就开吃吧。这个是，这个是豆皮肉卷，美味。超级好吃。再吃一个这个的炸鸡，这个也超级好吃。这个炸鸡的面粉非常少，全部都是肉，一级棒。我看那个奇葩说，有一个是，当你有一个按钮，可以让你的前任发生一些，让你的前任和他的新欢发生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，你会不会按？如果你有这个按钮，你会不会按？我听正方说就觉得正方有理，听反方就觉得反方有理。大猪蹄子，小鸡腿，这家叫做唱歌炸串子，特别好吃。吃这个吧，这是金凤凰烤香鸡的小鸡腿，因为我买了一整只鸡。这个是金凤凰烤香鸡，
满满的酱汁。但是我想吃的只有这个小鸡腿，它是那种蜜汁的，甜口的。